而奇葩动物却是这样对待人类的。拍拍什么拍？天才动物是这样降温解暑的。哎呀，好舒服呀，那个冰块什么的，哎呦，我最喜欢了。就让我安安静静的睡过这个夏天吧。而奇葩动物却是这样降温的。好多冰块呀，慢慢一盆，我可以尽情玩耍了。来呀，放纵啊！哎呀，好像放纵过头了，不好意思呀，啊，这狗也有三级嘛。天才动物是这样下楼梯的。咱们要快下来，这里好多小鱼干。小鱼干，等等我。而奇葩动物却是这样下楼的。为什么有楼梯这个玩意儿？这么高，宝宝会摔死的。不行不行，我腿软，这样爬下来会安全一点吧。天才动物是这样洗澡的。我爱洗澡，皮肤好好，我我我我，这个花色好舒服呀。洗澡使我快乐，这恨不得天天泡在水里，好开心啊！